那边取票的地方，在这边圣心山那边不能到了。圣心山那边，我们记得就好像晚上那个违反的地方要关进去。他说，这上去没什么啊、哦，就是那个铁丝路啊。旧山线铁道，它是名称大家来到龙腾断桥商圈，我们是林子养生小铺，卖的是在地农产，便宜哦，品质又好，欢迎大家来光顾。嘿啊、哦，三义这边是吗？这边是龙腾断桥，苗栗县三义乡。你哈干年吗？哈干年。嘿啊、哦，哈干麦。哈干麦，在哪位？三义。三义，哎，好地方，好亮哦，什么名？张老亮，那是林子。啊、哦，林子，哎，林啊，林子。安子谢太家张老了。铁道自行车什么？你要听过？啊，伊拉讲哎呦，汉路搞圣心车站，那个开边汉路五星岛嘞，我看铁旧山线汉人少，丢十张卡，铁之路啊，对啊，圣心岛铁道两那一站嘛。好。